姚培元的英文秘籍，英文杂谈，这一期谈那个乱七八糟的英文动词三态变化，真的乱七八糟。英文啊，动词啊，它有三态啊，大家都知道啊，现在是、过去式、过去分词三个变化啊，它一般过去分词当被动用啊，称之为动词三态。可动词三态啊，就是每个动词都有三个字啊，现在是、过去式、过去分是三个字啊，在文法上三个不同的字啊，虽然有时候三个字可能有两个一样，有三个一样，有时候三个都不一样，在文法上是不同的字啊，在表面上是啊，可能是有的字是一样，可它为什么叫乱七八糟啊？真是乱七八糟！你看三态都一样，三个都是 cat 啊，都一样啊，这可以啊，那都一样最好啊。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啊，三态都不一样 ，is、was、been， 哎呦，三态不一样也好啊，区隔开了也好啊。啊，第三种情况是二三态都一样啊，跟第一态不一样 ，clean、clean、clean， 哎呦，也好啊，这个就是过去是过去分词一样啊，跟现在是不一样也好啊。然后第四种情况，一二态都一样啊，我们把这改成小写啊 ，beat。啊 ，beat beat beaten， 完了这就有点无聊了啊。这种字还好，比较少啊。当然，这个应该还有一些字啊，这个我们没有收集到。然后第五种两二三态有两种写法，哎呦，这个很奇怪了 ，abide about about 啊，可以啊，可是它有一个写 abided abided， 哇，那你说这个无聊了，那到底要写 about 还是 abided 都可以啊，啊都可以啊 ，awake 也可以讲 awakened awakened。也可以讲 awork awoken， 哎呦，啊，这些是这就有点讨厌了。然后你看二三态可以一样，也可以不一样 ，get got gotten 啊，你看二三态都可以 got， 可是第三态可以多一个 gotten， 啊，这是重复的，啊，像这个 bit， 啊。这个三个字都可以一样啊，可是它第三个字是也可以写成啊，过去是 bait 啊 ，beat bait beaten 啊，也可以一样，也可以不一样。然后 hew 是砍东西 ，hew hewed hewed 啊，可是它过去分词可以写成 hew 啊，它啊第还有第七种，第七种二三态有三种写法，哎呦，一个态有三种写法，你看 cleave 啊，砍掉啊，三态可以都一样啊 ，cleave。可是也可以写呢，啊，过去式，你看过去三个写法 ，cleave 也过去式 ，cleft 也过去式啊 ，clove 也过去式。你看，像 wake 啊，过去式可以讲 work 啊，也可以讲 wicked 啊，但是过去分词又可以讲啊，这个 wicked woken 啊，可以讲三种啊，所以这就很乱了 啊，所以这种最好就是。这一记也不好记啊，就是慢慢熟悉，然后你习惯。如果它有两种以上啊，两种上的写法，你就固定写一种就可以，反正都对嘛，啊都对。但是就还是要知道一下啊，那别的写法如果别人写跟你不一样，他肯定也是对的。那这边也提一下容易混淆的动词啊，这个很讨厌。你说 lie， 它也可以是说谎啊，也可以躺下来或平放。可说谎它的过去式跟过去分词是 lied， 可躺下呢，它的过去式 lay 跟 lean。啊，这个讨厌了，都是字都是一样 lie，啊，就分不清楚啊。然后你看 lie 躺下来，它的过去式是 lay 啊，躺下来。可是躺这个，它过去式 lay 也可以是另外一个字的现在式啊，下蛋啊，放下来。那下蛋了 lay， 然后它的过去式跟过去分词 laid， 这字很讨厌，很讨厌。好，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了解一下这个动词啊，动词很乱了，三态很乱。那三态都一样 ，cut、cost 啊，就是成本啊，花多少钱？所以那个好事多，它是很多人念成 Costco 啊，它也不是念 Costco， 念 cost， 它是卷舌的 o 啊 ，Costco。那 cost 是成本，那后面呢 ，co 什么 company？就是减低你那个成本的公司啊，就买东西比较便宜的意思啊，就 Costco 啊。
啊，你不要念成不解释 Costco 啊，那也不对，你念成啊，这个很夸张 Costco Costco 也夸张了啊，它是 all 卷舌的 Costco Costco 啊，这不太好念。那 bet 赌博嘛，你看三态都一样。hurt 啊，去伤人家 hurt 也是三个都一样。quit 啊，辞职啊，不干了啊 ，quit 也是啊。这 read 比较特殊啊，它是现在是念 read 啊，过去是跟过去分长念 read 啊，所以这不太一样，三个字一样，字面上是一样，可是念法啊，过去是跟过去分词念法不一样。shut 啊，关起来。fit 就是适合啊 ，fit。set 也是一样，三态都一样。hit 打击。let 啊，让人家怎么样 ？put 啊，把东西放下去。set 啊，做一个什么东西啊，安装啊啊，你看这第一种，三态都一样啊，字也不少，还有了啊，没有全部收集吧。那三态都不一样，像 be 动词 is、was、been 啊，当然你可以说 are、were、been 也可以啊，三态都不一样。begin、began、begun 啊，开始也不一样。啊，喝东西呢 ，drink, drank, drunk 也不一样，三态都不一样。啊，去哪里呢 ？Go, went, gone 也不一样。看到了 ，see, saw, seen 也不一样。啊，这个铃响起来 ，ring, ran, run 不一样。啊，唱歌 ，sing, sang, song 啊，跟这个 ring 很像。然后啊，起床了，啊 ，arise, arose, reason。然后开车 ，drive, drove, driven。啊，这骑脚是 ride, drove, ridden。写东西呢 ，ride, drove, ridden。这带东西，携带东西 ，bear, bore, borne。啊，当然携带了，这也可以说生产，也可以这一字多义啊。啊，这不是念 tear 啊，不是眼泪，眼泪是名词，这边讲到动词，动词就是 tear, tore, torn。啊，这穿衣服啊 ，wear, wore, worn。那二三态都一样了，就是。过去是跟过去分词一样，但是跟现在是不一样。像 cling 啊，就粘着啊，附带上去粘着。cling, clam, clam。好，挖东西呢 ，dig, dug, dug。啊，建造呢 ，build, built, built。感觉呢 ，felt 啊 ，feel, felt, felt。啊，保持呢 ，keep, kept, kept。啊，意味着 mean, meant, meant。啊，损失呢，失去啊，或者打败仗 ，lose, lost, lost。带来呢 ，bring, brought, brought。catch， 抓到了 ，catch, caught, caught 啊。那业态都一样啊，目前只找到一个例子啊，打击 ，beat, beat, beaten。那二三态有两种写法，聪明就很复杂了。abide 啊，就是坚持啊 ，abide, abode, abode 也可以。或者 abide, abided, abided 也可以 awake 醒来 awake, awaked, awaked 可以或者 awake, awoke, awoken、啊、这两个当然又不一样、啊、awoke, awoken 又不一样、啊、这个很复杂、啊、get, got, got、啊、过去分词可以加一个 gotten 就 bereave 就剥夺了 bereave, bereaved, bereaved 可以或者另外一种写法 bereaved, bereaved, bereaved 也可以这两种都有人写besiege 啊，就是在哀求人家啊 ，besiege, besieged, besieged 啊，或者 besiege, besought, besought 也可以啊。打赌 ，bet, bet, bet， 三个都可以啊。但是过去分词跟过去式也可以写 betted, betted 啊。三态可以一样啊，也可以不一样啊。get 二三态可以一样，也可以不一样。你看 get, got, got 一样，可是过去分词也可以写 gotten， 也可以不一样。啊 ，bid 就是投标啊，或者是为或者跟人家问候啊，啊 ，bid bid bid 三个都一样啊，可是过去是过去分词啊，啊也可以是 bid bidden 啊，就很复杂了。huge 就砍伐 ，huge huge huge 啊，过去是跟过去分词可以一样，可是过去分词也可以写 hum hum 啊，又不一样。这割草呢 ，mow mowed mowed， 可是过去分词也可以写成 mown。啊、我们这是缝衣服啊 sew, sewed, sewed 可过去分词也可以写 sewn shape、啊、刮胡子 shave, shaved, shaped、啊、这最简单可是过去分词也可以写 shaven 啊，需要展示啊
show showed showed 啊，个过去分词也可以写 shown 啊。二三它有三种写法啊，这个很讨厌啊 ，cleave 啊，砍了、啊、劈啊 ，cleave cleave cleave 三个可以一样，或者 cleave cleft cleft 也可以 cleave clove clove 啊，好烦的，好讨厌。然后 wake 清醒 wake 啊，醒来 wake walk walk 可以，然后 wake wicked wicked 也可以啊。杠上开花过去分词多一个 waken。啊，这个刚刚讲啊，这个要注意一下。lie 它可能是说谎，也可能是躺下来啊，平放下人啊，回家躺平。可是如果说谎，它动词是 lied， 过去分词也是 lied。所以躺下来了，就是 lie lay lean， 这很讨厌，这就不规则了。你看，说谎两个都一样 ，lie lied lied， 躺下来 lie lay lean 就讨厌。可它的过去式呢 lay 也可以是下鸡蛋啊，或放下 lay laid laid 啊，所以这三个很讨厌啊，一般完全记不住啊，那我这边列出来你尽量记记看好。所以这一集就用简单的方式啊，告诉大家这些，用一个杂谈的方式，比较简单的方式让大家了解一下啊。动词它的现在是过去分词，它的形态写法很乱很乱啊，所以我这边只是举出一些例子来供大家参考一下啊。那我希望你大家把我这15个 YouTube 频道全部按订阅啊。这一集讲到这里。